见过太子殿下，怎么会在京城受伤啊？这么胡闹！无妨，就是从马上摔下来了而已。以你的功夫，怎么会从马上摔下来？莫不是有人对马做了手脚？嗯，月初去查了，好像就是马病了。不过殿下如此关心我，倒是让我更加确信殿下对心到底是为谁而跳了。荒唐！上哪儿了？哎呀，腿好疼呀！ 如果殿下能够将我抱到榻上就好了。院叔，院叔，院叔去给马请大夫了，不在府上。殿下，见死不救可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哟。哼。 竟然有这么俊的男子，真没想到我受了这么点小小的伤，竟然让莫霜公主都来看我了。我这今天可真热闹。莫霜公主。 在下寒夜。你是寒夜，大晋的太子殿下。嗯。你也太风度翩翩了吧？你们大晋的男子都这般风度出众吗？啊，莫霜公主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普通的男子哪会像太子殿下这般英俊呢？冉安乐。 当着北秦公主的面，不要胡说。对了，安乐姐姐，你的伤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哎呀，就是我的手受了点小小的伤。冉安乐，哎，有点困了。哎，殿下，你送莫霜公主回去吧。那好，安乐姐姐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 请吧，公主。真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这么有君子风度，让你送就送了。